不知不觉，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们陆陆续续迎来了 AMD 新一代 AM5 处理器，迎来了 NVIDIA 的4090和4080，以及即将要迎来 Intel 的13代处理器和 AMD 的7000系列显卡。如果再对比上半年蹲在家里闲了整整两个多月而言，最后一个季度确实要活活把人干死为止。等这个视频上线的时候，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不少包括 CHG 评测时自己的 AM5 评测。就犹如我一直想传达给大家的信息那样， AM5 的温度墙已经是我们唯一难以逾越的鸿沟了。只要你能将处理器压制在95度以内，那么恭喜你，你所花费的每一分购买新平台的投入都得到了应有的性能发挥回报。而假设你确实看到了95摄氏度的结果，不管是 7950X还是 7700X， 那只说明一个问题，少年撞墙了，继续好好努力吧。虽然此前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过 Flektor Pop Air 的标准版，但除了标准版之外， Pop Air 还有 Mini 以及 XL 另外两个版本，其中 Mini 就是对应 MATX 主板的规格。相比此前的标准版 Air， Mini 版只是在前面版的280一体水冷规模上缩小至了最大240。考虑到280的普及率很低，新品如今都已经不再更新这个规格了，要么240要么360吧。显卡长度方面， Air Mini 可以兼容最长365毫米，事实上这个兼容性哪怕是 Strix 的4090也一样没有问题，只是由于 NDA 的缘故，卡我们是有了，等装机嘛，还要再等等，快了快了，下次就真的一定了。既然整个 Q4 季度都会充斥着这样那样的各种新硬件，特别是板卡，我们这个硬件装机频道就会尽量用整机的解决方案，用更多的 Demo PC， 用不同的散热解决思路来结合新的板卡做出不同的尝试。而在众多新到的 AM5 主板里，我最先最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今天的主角 Crosshair X670E Gene。处理器方面，虽然本次装机使用了最新 AM5 的旗舰 7950X， 但从合理性上，这套配置应该换成 7700X 更为合适。毕竟显卡最后我们也只是选择了 Strix 的3060，而前面版的240一体水冷，好巧不巧，正逢九州封神的最新一体水冷冰魔方 LT520 的上市。所以说首发评测，媒体们和 KOL 们用的都是360，包括 CHH 评测师也是。但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240去压 7950X 又会是有怎样的结果呢？
最后整机三枚 Fantex 的 T30 全部定速在1200转，烤焗确实还是会撞95度的温度枪，但并不是立刻就撞，而且跑分也一样没有明显受到温度枪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其实只要散热解决方案合理， 7950X 的发热与激热现象还是能够轻松应付的，至少如今一个240也就足以满足日常任何层面的应用了。好装机视频开拓大家的视野，我知道 7950X 的95度吓到了不少玩家，包括我自己，起初也跟着起哄那95度玩各式各样的梗，但玩笑归玩笑，实际使用层面的产品力和装机思路依然有待我们大家一同在逐步使用和体验的过程中去挖掘去分享，到底 AM5 能玩出怎样的水平，会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将会在后续的装机视频中逐一的细致的为大家揭晓。好了，这周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周一老时间9点再见。